第二章六祖与坛经相关研究回顾。六祖坛经因为胡适的研究引发学术界的论战，也促成国学大师与佛学泰斗、教界、学界，甚至一贯道道场都很重视六祖坛经。二十一世纪的研究环境拜高科技电脑网络之赐，可从谷歌 Google 搜寻引擎输入六祖坛经或是坛经慧能进行搜寻而找到很多参考资料，这对了解学界或是教界先进前辈们的研究状况与成果是很便利的。通常搜寻结果的资料网页是依照被使用的频率排序的，可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搜寻佛学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网站及全国硕博士论文网站。从现今时代中找问题，在过去历史中找答案，希望研究不是以资料堆积为务，而是能从前人们的成就中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完成新时代接棒式的阶段使命。笔者以此自勉，并且尝试用电脑程式来分析佛经经文。以下依照切合笔者论文研究范围部分加以筛选，透过回顾历来研究成果，找出当代研究需要注意的面向。搜寻国家与佛教学术单位的网络资源所得的内容很多，笔者大致以五明之学来加以分类。这个灵感是来自《菩萨藏经》，说菩萨求法当于五明处求。印顺法师在《佛法概论》一书也推崇五明，他认为五明中声明是文字，音韵学等音明是论理学，润是论一方明是医药，卫生学等工巧明是理论科学，实用科学内明才是佛法。如不能这样，怎能教化有情？菩萨的自利利他行，一切都设在这六度中。五明之学当然属于佛学内明的最多，语文学声明的次之，医学一方明属于教育辅导心理分析安宁疗护的再次之，而理则学一明与科学工巧明的算是比较不相关而难寻。或许版本考证文字教刊与笔者利用高科技电脑程式分析经文之类就可数之。在谢清俊及林夕合传的小于中央研究院古籍全文资料库的发展概要大于一文曾提到，资料汇集后会产生新的讯息，经相互勾稽参照，能发前人所未见，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再加上可以用计算机做高速的检索和种种的应用和处理，古籍的电子化时是使古籍活出现代风貌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法古佛教学院首页提供了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小于六祖坛经文献考察之浅探大于，其中文章短评提供了646项，但是尚未分类，如果能以五明之学分类，则更有助于后续研究者快速确定研究方向，可先用握程式功能加以着色以助分类。因为六祖坛经的经文看心看境，不看心不看境，或是这心这境不这心不这境，牵涉到文献与思想研究法，所以笔者将从历史文献学及义理诠释学两方面来进行经文用字的探索辩证。六祖坛经第一节版本与经文用字。本节在文献版本问题方面，将依序介绍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共有十项，其内容含印顺法师、圣严法师、星云法师、胡适先生、黄连中教授、林崇安教授、杨增文教授、黄灿华教授、林光明教授、何兆清教授的主张、研究成果等。在经文用字问题方面，将介绍国内外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共有八项，依序是胡适先生、丁福宝居士、印顺法师、潘崇圭教授、黄连中教授、林崇安教授、杨惠南教授、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甲文献版本问题的研究，有关大正新修大藏经所依据的底本高丽藏，是依据北宋太祖开宝年间所开刻的开宝藏为蓝本，以及后来多次刻印的情形，请参考以下的内容。高丽国成宗年间向宋廷求开宝藏，高丽王德宋开宝藏后，即以此为蓝本于显宗二年1011刻大藏经。
直至1025年完工。此即高丽大藏经初雕本。其后高丽国文宗第四子一天1055到1101出家归佛，先后广求佛典于宋、辽及日本，于宣宗三年1086刊刻大藏经，未收佛典共4000余卷，通称为高丽续藏本。其高宗19年1232蒙古军入侵高丽，所有大藏经版均于战火。高宗23年1236重新设立都监开雕，以高丽初雕本、续藏本及文宗年间所得之契丹本互效，直至高宗38年1251始完成。简言之，高丽藏共刻造三次，而仅存的再雕本在古来各藏本中被视为经本。高丽藏于1398年传入日本，日人即奉为圭臬，现今著名的日本大正藏即以此为底本。现有明清诸藏本、房山石经本及元代僧人宗宝在至元28年1291年校筹三种坛经一本，而成为宗宝本、坛经及后来的明藏本，流行700多年，故又称流通本。第一项印顺法师的研究所得。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即是佛学研究很重要的资源，其中《中国禅宗史》第五章曹溪慧能大师提到很多笔者没想过的问题。但是笔者注重的是禅法与悟法解义以及依法修行。另外，在华语集第一册的《经孝顿黄本坛经》属于做产品内容的部分，可提供本论文看心看境知辩证的参考。他认为明藏本、宗宝本文字通顺，虽修订的时代迟一些，次第广略不同，然相同的部分仍可以用来改正敦煌本之脱误。至于在经文校正方面举出要补或改及调整重组甚至删去等四个主张。他强调是一明本补或金补。不过坛经原本并非出于通人的手笔，没有文艺不全的，有的似乎是抄写而有了脱落。不能确定的也不敢一改。从以上叙述可知，不同版本的坛经可作为参照比较校正之用，而校正工作可说姿势体大，关系世人法身慧命，不可不慎。所以印顺法师示范了佛教学者的谨慎态度与风范。佛教道场有书记在负责寺内外交通往来文书的工作，也许各道场的书记文笔造诣水准优劣不齐，经过不同时空的禅宗发展，甚至可能与佛教法难的威胁、避讳或者其他的风俗等因素，而造成用通同字、假借字或隐藏一些字变成经文脱落的事了。印顺法师的成名著作《中国禅宗史》第六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对于坛经版本问题及演变情形做了详尽的介绍，很值得参考。提到得一本，曹溪原本也依据此本与宗宝本的关系，他表示后者是依据前者的。第二项圣严法师的研究所得。具有博士学位又兼具禅宗临济宗与曹洞宗传承的圣严法师，在其名著《禅与悟》一书所收录的27篇文章中，可找到六祖坛经的思想译文。在其提要的一开头就表明，坛经流传的版本甚多，本文不做考定。但是在注脚第一项就有提到坛经版本考定的学术资料，举出有关坛经的考证，最早有日本的宇井博寿传，第二禅宗史研究，第一篇小于坛经考大于，在中国有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六章小于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大于。此外，铃木大拙、柳田胜山等日本学者均对坛经做过考证的工作。有关坛经版本考证与经文文字方面，圣严法师认为敦煌本六祖坛经是由六祖的弟子法海所集。看起来敦煌本的应该比较可靠，而且宗宝编的六祖坛经在文字上也比较通顺，可能是后期经过传抄润饰而成。目前又发现曹溪本其实就是宗宝本的另一种抄本。
以上三种文字各有出入，特别是敦煌本，其段落次第的衔接和其他两种版本都不一样。哦，因此可以证明这三种版本属于两个系统，但也不能确定宗保编的六祖坛经原始资料比敦煌本更晚出。哦，第三项星云法师的研究所得，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佛光山，笔者参访过多次，也曾参加学术研讨会而夜宿山中。哦，开山宗长星云法师在《六祖坛经谈话》一书中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现代对于坛经版本的考据和研究者相当多。哦，提到于景博寿所做的《坛经考》，关口真大所做的《禅宗思想史》，1964，柳田圣山所做的《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1967，及我国学者胡适所做的《坛经考》，1933、1934，与《神会和尚遗集》等重要著作。哦，坛经的版本可归纳为五种：敦煌本、慧心本、契松本、德义本、宗保本。哦，其中据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所载，慧心所编共有3卷16门，现存2卷11门，为南宋朝子建于齐州所翻科，流传至日本，由京都枯川兴圣寺再行刻印。哦，而现在所说的慧心本是指日本京都枯川兴圣寺藏本。哦，契松本与慧心本相距约89年。哦，元代僧德义深感坛经为后人删略太多，失去六祖禅法的原貌，因此花费30年的时间便求古本后而刊印此古本德义本。哦，广州报恩寺僧宗保江三本和孝成一本全1卷10品。哦，明太祖洪武5年至成祖永乐初年请刊行大藏经，将宗保本编入大藏，因此宗保本就广泛的流传下来。哦，至今对于坛经的版本内容等虽然多有争论，但是宗保本一直是明代以来最为流行的版本。哦，第四项胡适先生的研究所得，美国佛教会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的佛学词典集成，包含了佛学十大专辑，其中第三个是禅宗专辑，在编号006资料夹的第一个档案可找到胡适论禅宗的文章，内容含小鱼楞伽宗考大鱼、小鱼楞伽师资继续大鱼、小鱼菏泽大师神会传大鱼、小鱼神会和尚遗集续大鱼、小鱼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大鱼、小鱼坛经考之二冀北宗本的六祖坛经大鱼等。哦，在坛经考部分提到曹溪大师别传距离六祖慧能大师谢氏不远，可说是实录，而与诸传集坛经不同。哦，他曾细细校勘坛经各本，然后作图来表示坛经的演变史。哦，他认为曹溪大师别传实在是一个无事漏僧妄作的一部魏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哦，契松不幸上了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900年之久。哦，在坛经考之二冀北宗本的六祖坛经，把日本京都枯川兴圣寺藏北宗慧心本坛经印本文中，他提到铃木大拙先生告知日本有新发现的北宗本六祖坛经。哦，又说契松的曹溪古本，他在前几年就已经证明是曹溪大师别传。哦，坛经的普通传本都是契松以后又经后人增改过的，慧心真本是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哦，呈上所述，笔者附带要说明的是，林崇安教授曾指出胡适误将曹溪大师别传当成了曹溪古本，但是其实应该是六祖法宝记才对。哦，第五项黄连中教授的研究所得，黄连中教授的著作是大学宗教所教授推荐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大陆著名学者杨增文所认同而作序的名著，可知其成就不凡。哦，笔者针对这自找其俗写文字代用字，发现仍有必要进一步参照印顺法师华语集第一册所含的经孝顿黄本坛经来研究之处。哦，
作者在网络上的文章表示，敦帛本《六祖坛经》是现存五种敦煌写本《坛经》中最为完整的一个版本，也是《坛经》历代各种版本中最古与最早的版本。哦，作者参酌各家教主研究的著作，重新细密地考察该版本的各项资料，精确地标示敦帛本《六祖坛经》版本的各项数据，进行系统性整理俗写文字、代用字等文字校正工作。哦，他的著作是以学术的体例，将两本敦煌写本《坛经》从图版对照、录文、校正文字、校定说明、专有名词的注释、白话解释翻译与学术问题讨论等七项探讨主题一网打尽，用跨页的方式完整地呈现给当代的读者，所以在文献学方法上深具参考价值。哦，他也强调敦帛本《坛经》在文献学上的五项学术价值，诸如敦帛本《坛经》是最古最完整的一个写本，具有朴实样貌等。哦，又举杨增文的著作《小于敦帛》又举杨增文的著作《小于敦帛本·坛经》及其学术价值大于指出，敦帛本抄漏字句较少，这与后来会新本已降的朱本《坛经》大量改动增修文字，甚至乖离了《坛经》的原来意旨，敦帛本在文献学上更显其意义非凡。哦，况且透过俗写文字的辨识及校正，可以让敦煌写本从抄写讹误及比列恶本的错谬印象回复其真实直朴的原貌。哦，作者所提供的五项附录对学术研究与校勘很有帮助，尤其是研究伦敦博物馆藏的敦煌写本与敦帛本六祖坛经的俗写字与通用字、代用字，并且利用对照表来呈现的设计。哦，此外还可找到两篇很重要的论文，小于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定方法，除意大于小于敦帛本六祖坛经文字校正与白话意识的方法论大于。哦，前者提到现存五种敦煌写本坛经的文字与内容含有素朴的原型，或是流传于民间的形态，甚或是神会一系流传的抄本，这在文献的学术价值上是非常重要的。哦，另外还列举其师潘崇圭教授所着《敦煌坛经新书》的四项研究成果，并表示以敦煌本《坛经》为底本参效敦帛本的思考进路，有助于衔接过去近八十年来的《坛经》研究校定的工作成绩。哦，第六项林崇安教授的研究所得。林崇安教授在其所着的《六祖坛经选集》一书详细探讨六祖坛经的祖本、还原本，并且提供成书时间年代，例如曹溪本是契松本的再刊本，刊印时间是公元1471年，相当于明朝时期。哦，他强调曹溪原本与宗保本相近的德义本的传法次第，加上敦煌本的古朴文句刘同补漏，就可以浮现出六祖坛经祖本的原貌了。哦，林教授在文中指出，第二系统的几种版本都把法宝记的书名改为法宝坛经，保留了法宝二字。哦，坛经历经三个阶段的演变后，共有七种版本的出现。哦，他的独到见解是法海改动祖本原文，例如将书名增添坛经一词，并强调坛经的传法地位，此处的曹溪古本就是第二阶段所传抄的旧资料六祖法宝记，而不是胡适所说的曹溪大师别传。哦，而坛经祖本等于六祖法宝记，成书时间约680到700间。哦，曹溪本是契松本的再刊本，刊印时间1471。哦，敦煌本是第一系统的代表作，曹溪本是第二系统的代表作。哦，他也详细比较了二者有关慧能传法段落次第的不同处，并且强调比较曹溪本和敦煌本这二版本的段落，可以明显看出曹溪本中慧能在大梵寺有两天的开示，而后是于曹溪山开示。哦，敦煌本中则将上述所有慧能的开示都并入大梵寺的第一天开示中，这是这二版本最不同的地方。哦，此外对于德义本学者看法不同，
例如，圣严法师认为新发现的曹溪原本其实是宗宝本的另一抄本，而笔者认为是源自德义本及契松本。至于黄灿华教授则认为曹溪原本是德义本，而林崇安教授认为是契松本的载科本。他说，契松本的《坛经》在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重刻，书名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此集曹溪本改为一卷石门，使段落分明。此书收录于明嘉兴大藏经中。另外，僧人德义将契松本重刊而成德义本1290，另有依德义本重刊的高丽本1558，都将契松本改为一卷石门，原内容并无改动。笔者所知，现今大正藏是依据高丽藏本而编的。第七项，杨增文教授的研究所得。著名的坛经研究者杨增文教授在其《小于禅宗文献研究在日本大于》一文中介绍坛经诸本的研究和校订情形。他认为现在日本除了有中国明代以后流行的元代宗宝本六祖坛经以外，还有近60年来陆续发现的敦煌本坛经，以及源于宋本的兴圣寺本大圣寺本真福寺坛经，从朝鲜发现的元代的德义本坛经等。日本学者对这些不同版本的坛经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前文所提到的宋本是指会心本。他提到日本著名研究者，例如史吹庆辉、铃木大拙、宇井博寿、柳田胜山、中川孝等人及其著作。其中宇井博寿提到的敦煌本坛经五种错别字含有相似之物。看着笔者认为现今 CBETA 第48册第2008经坐禅品经文采用不着心不着境是受其影响所致的。因为史吹庆辉、铃木大拙的校订成果还有使用看心看境的字样。至于松本文三郎、柳田胜山提出的是境性字的问题与禅法教无关涉。以下论述可为证。杨教授先谈《坛经》的作者和他的形成问题的研究方面，指出从胡适1891到1962首先论证是神会或其门下编造以来已出现几种代表性的看法，但现在似乎以下述看法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即《坛经》原本为慧能弟子法海集记，后来几经改编，直到元代宗宝本的出现。从已发现的《坛经》来说，是敦煌本慧心本，包括兴圣寺本、大圣寺本、真福寺等、德义本和宗宝本，二者皆属契松本系统。尽管如此，在《坛经》研究方面还有一些仍需继续解决的问题。此外，他又举出敦博本《坛经》所具有的特殊价值，诸如他提到敦博本与早发现的敦煌本《坛经》的题目、编排形式以至字句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某些明显错误的字句也一样，说明二者是抄字同本《坛经》。敦博本抄写工整，字体清晰秀丽，而敦煌本抄写杂乱，错讹字句很多。如果以敦博本为底本，校之以敦煌本和慧心本，便可校刊出现存最古本六祖坛经的善本。接着杨教授在其小于敦煌本坛经的学术价值大于一文中详细介绍日本与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与校订成果。他说史吹庆辉发现并发表敦煌本坛经之后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铃木大拙、真太郎用送出慧心本《坛经》进行校刊，1934年出版了校订本《敦煌出土六祖坛经》。这个校本被学术界认为较好，至今仍被使用。1983年中国郭鹏所着《坛经校释》也是用这个校本做底本的。但现在看来，这个校本仍不完善，不仅缺形，而且由于还有错字，有一些字句仍难读通，标点断句也有许多不妥当之处。之所以有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敦煌写本错别字太多，无怪乎有人称它既是孤本又是劣本。
最后，杨教授利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略加说明敦煌本的错别字类型，其中与笔者此次研究相关的是1932年松本文三郎1869-1944发表的六祖坛经的书治学的研究，日本禅学研究第17号指出敦煌本坛经内的错别字有如下几种：刮胡内是正字，静静子后与景博寿1882-1953在第二禅宗史研究1941年岩波书店刊的小鱼坛经考大鱼的一文中指出，敦煌本的错别字有五类。三相似之物加字鬼就看着圆记。此外还有离坐理立坐律的同音或近音互用的情况。参见日本大东出版社刊敦煌佛典和禅1980年所载柳田圣山小鱼总说大鱼。应当指出的是，其中不少错别字不是出现一次，而是多次，如姓姓、迷明、明、依于、祖福、物无、坐坐、知知、自白、代持等等，尤其如此。呈上所述，杨教授指出，敦博本虽然也有上面指出的一些错别字，但数目和出现的次数都少多了。敦博本的错别字有如下三种情况：一、因同或相近而被误写，如静静、姓姓、置之、此字、坐坐、送送、磨磨、抱抱、渠渠、知至、秘密、现玄、二、字形相近而误写者，如其心、插着、笔破、圆无、去法、少小、情性；三、其他错讹者会是琛顺、本大、心中、心身、言云。敦煌本中多次出现的姓姓、迷明、明、祖贺等错别字在敦博本中比较少见。有一些句子在敦煌本中错别字太多，难以读通，而在敦博本中没有错误。从上文得知，对敦煌本坛经的错别字来说，松本文三郎指出的静是静之物，与景博寿提出的看是着之物，而杨增文教授研究敦博本后指出的静是静之物，则与前者相同。但是笔者从坐禅品部分经文出现的人性本静、性字清净，得知应该用静字而非静字了。第八项，黄灿华教授的研究所得。黄教授对各种坛经版本的介绍，主要是提到四种：敦煌本、慧心本、德义本、宗宝本。其中慧心本传到日本后产生了兴盛寺本以及同一系统的高丽科本。此外，他认为德义本就是曹溪原本，在高丽也有翻科本。至于宗宝本，则提到是将三种版本校订并且加入弟子机缘部分而成，但是机缘部分与早一年出版的德义本相同。上述看法中，德义本在林崇安教授的研究成果里显示为契松本的再科本，而圣严法师认为其实是宗宝本的另一抄本。至于宗宝本与德义本的机缘品部分，印顺法师认为是宗宝本承袭自德义本的。对照上述几项研究成果，黄教授提及日本所见的坛经版本，但是只说了一种，就笔者所知还有真福寺本、天宁寺本、大圣寺本。此外，他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诸如特别如针对神秀仪系后来构成的明心入定、助心看境、观境等说法，那样严厉的指责以为大错，以为仗道因缘，这似乎在慧能当时还不可能。但是这种看法与印顺法师的看法不同，在《无争之辩》的文章就认为六祖所评论的是东山门下的一般禅风，所以当然是有可能的。除上述四本外，黄教授也提到契松本，内容如下。据旧传有关坛经的文献，还有一些译本，如宋契松1007-1072自称得到曹溪古本据以孝客的三卷本以译及其一种。总之，坛经是屡经增减篡改的，原来如何已难推想。有关还原坛经原貌的做法，多位学者如杨增文教授、黄连忠教授、
林崇安教授、何兆清教授等以及印顺法师都有表示看法，可在相关内容找到。第九项，林光明教授的研究所得，号称全世界第一本依校订过的敦伯本所做的音译本《敦伯本六祖坛经及其音译》。该书在正式进入音译之前，先简单说明了敦煌系统坛经的历史与现状，并介绍了所有坛经的音译本。林教授指出，在目前二十几本音译的坛经中，除了陈荣杰教授本语言波斯基教授本是敦煌本以外，其他都是宗宝本。接着他对六祖坛经的各种版本做比较，认为现在最流行的六祖坛经是宗宝本，它大约定型于西元1291年，共有19978字。目前学界推论，现存的最原始也最接近原型的坛经应该是敦煌系统本。敦煌系统本有二种，一是敦煌本，二是敦伯本及敦煌博物馆本。前者书写较差，和略字较多，且内容缺了不少字；后者抄写工整，和略字较少，且内容较完整。因此后者的可以解读性较高。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长杨增文，现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坛经多年的世界知名学者。他在取得敦伯本资料后，参考所有坛经相关资料，校对出一本敦煌博物馆本。六祖坛经是所有同类著作中最早出版且内容最好的版本之一。杨校敦伯本只有11566字，比宗宝本精简很多。第十项，何兆清教授的研究所得。林教授提到，坛经文本与作者和权力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法统或者如西方禅学研究者所说的正统性的欲望是不断通过制造改写文本来进行的，这是关键，也正是不同坛经版本研究中非常有意思的方面。这一攀龙附凤式的运动，使得本来就已模糊不清的坛经原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此外，推测坛经是集体产品，比推测它只有一个原本要全面。日本学者的研究角度是敦煌本与其他诸本以及禅学流派的关系，由此试图重新检讨坛经版本的演化历史。至于胡适对坛经作者的质疑，则引出学界教界如钱穆、印顺等对坛经乃至禅宗史进行新的研究。胡适认为，坛经根本不是慧能的法语记录，而是神慧的制造。而且他相当肯定地说，敦煌本坛经是最古本。这种把敦煌本视为古本坛经的看法，虽然缺乏严格的历史学论证和充分的资料说明，却也促成在后出的坛经研究中发现还有其他一些坛经传本，这或许能解释后代坛经其杂多样的某些原因。另外，潘崇圭的敦煌坛经新书，邓文宽、荣新疆的敦伯本禅籍录校，则以敦煌学的角度及方法来整理坛经。邓、荣经由敦煌出土的坛经抄本发现，其实敦煌已有不少坛经抄本流行。不同时期的坛经恰恰保留了禅学发展的历史记录，这正是反映出禅思想史的最好材料。坛经各种版本的传法记载都是禅宗后代学人逐渐增补的。坛经的历史也正是禅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呈上叙述有关敦煌本是现存最早却非坛经祖本的说法，笔者发现黄连中教授是主张敦伯本才是现存最古的写本。从上述相关研究的回顾，笔者获得的心得以图片表示如下。附图一，六祖坛经版本研究采用类似族谱的方式记录表达以经文用字问题的研究。第一项，胡适先生的研究成果。在《胡适论禅宗》的《小于神会与六祖坛经大于》一文中提到，定慧品作有人叫做看心观境，
不动不起。此种蝉出自北宗门下的普吉，又可知此种博弈不会出于慧能生时，乃是神会驳斥普吉的话。至于经文文字辩证，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谈论看心看境，而且明确指出其错误，内容如下：明藏本以下的定慧品作，有人叫做看心观境不动不起，而下文做产品的看心看境都误作遮心遮境。这是执着，绝不会有人叫人执着心执着境。唐人写经境境不分看这意混，故上文看心观境不误，而下文这心这境是误写。金曲神会语录笑之，便可知经本错误。胡适论禅宗错认神会造了坛经，又认为坛经中对北宗禅法的博弈不会出于慧能生时，乃是神会驳斥普及的话。这些见解都遭到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及无争之辩两本著作中推翻其谬误。但是对于做产品的看心看境的文字辩证，两人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因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的华语集第一册在第五项的经孝顿黄本坛经里面有小于顿黄本坛经孝刊记大于，也是更改这心这境为看心看境的。第二项丁福宝的研究成果，丁福宝六祖坛经兼著作产品第五辩证俗本只流通本宗宝本内容的这心这境之非时，前贤丁居士的见解很深刻及铿锵有力，真是令小后学中心佩服。笔者仅公录于下，俗本皆误作这心这境，敦煌堂写本神会语录问何不看心，答看即是望，无望即无看，问何不看境，答无垢即无境，境亦是相，是以不看。按北宗人皆叫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故南宗以不看心不看境辟之。注原文标点符号只有顿号与句号，笔者依照新式标点符号改之。净空法师在其广播文字稿六祖坛经讲记第一集曾提到，丁福宝居士所见到的就有十多种，其中被后人所篡改除很多。我最初看的是丁福宝兼著本，由此可知这本书很受肯定，所以笔者认为上述有关北宗禅法看心看境的部分可用来证明六祖反对北宗属于造作主张的枯坐式禅法。丁福宝六祖坛经兼著兼经杂记十四第十三到十四页有专门讨论看心看境的意思，也可以作为六祖坛经做产品经文应该是看心看境而非这心这境的最有力证明。内容如下，问北宗之提倡看心看境如何解释。答曰，宋邹志完云，于十二时中看自家一念从何处起，即检点不放过，便见功夫，此即看心之说也。神秀记，时时勤拂拭，此句属于看心。不时惹尘埃，此句属于看境。问除作产品外上有看心看境见于别品中否。答曰，见于定慧品，有人叫做看心观境。观之与看境之与境皆通借字。又见于顿见品，诗曰，住心观境是并非禅。看心则心有所住，观境即看境。又附主品，汝等慎勿观境，凡三见。按原书标点符号大都使用句号与顿号，今依新式标点符号改正之。呈上所述，可知前贤丁福宝居士国学造诣深厚，言经经言表示除了做产品出现的看心看境以外，还可从定慧品第四顿见品第八附主品第十找出相当于看心看境的文字，而用来证明经文采用看心看境才是正确的。第三项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的无争之辩神会与坛经，内容是评论胡适误认坛经为神会所作，提到看心看境的渊源，例如
什么是看心看境，这也是渊源于道信，金吾祖弘忍而大为发展起来。哦，如杜斐传法宝记说，自忍如大通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素念佛名，令静心。哦，自弘忍以来，念佛、静心、看心、看境，成为东山门下最一般的禅法。哦，如传为弘忍所说的《修心要论》，传为神秀所制的《五方便》，第一离念门，都是这样。这都是慧能生前的事。哦，在上面的引文中很清楚显示了“看心看境”的字样，所以有关前文提到的黄灿华教授的看法，特别如针对神秀一系后来构成的明心入定、助心看境、观境等说法，那样严厉的指责以为大错，以为仗道因缘，这似乎在慧能当时还不可能。哦，这件事印顺法师就引用杜斐所传的传法宝记来证明六祖所评论的是东山门下的一般禅风，所以当然是有可能的。哦，又认为在神会语录出现的明心入定、助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四句诀，虽然是神会一再反对的，而谭经却没有批评这四句。哦，但是慧能与法如神秀同门，不可能批评普及，难道不可以批评法如与神秀时代的禅风吗？哦，就算是神会抨击北宗普及的话语，其思想也是承袭自六祖的。哦，以上这种看法是不同于黄灿华教授的，而笔者也是肯定有看心看境这种经文的。哦，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即是佛学研究很重要的资源，其中《中国禅宗史》第一、二、四、八章有很多内容提到看心看境，而第五章小于曹溪慧能大师大于有很多笔者没想过的问题，但是笔者注重的是禅法与悟法解义以及依法修行。哦，其他著作有提到看心看境的，还可在《净土与禅》一书找到，谭经所指责的正是五方便中的前二门。哦，看心看境是离念门，不动不起是不动门。哦，这是北宗传授修持的法门，看心看境只是离念门，无一物是大菩提树，依此开花成果。哦，在永光集找到谭经所批评的叫人坐原文坐坐看心看境不动不起，正是这一行三昧的方便，常坐念佛静心。哦，另外在华语集第一册的经校顿黄本谭经，哦，顿黄本谭经校刊记属于做产品内容的部分，则更可提供本论文看心看境之辩证的参考。哦，他认为明藏本宗宝本可以用来改正顿黄本之脱误。哦，书中要点如下：通行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藏编号2008，本为明藏本，文字通顺，虽修订的时代迟一些，次第广略不同，然相同的部分仍可以用来改正顿黄本之脱误的。哦，在经文校正方面举出要一明本补或改及调整重组甚至删去等四个主张。哦，原书内容如下：校正的有四，谭经原本并非出于通人的手笔，没有文意不全的，有的似乎是抄写而有了脱落。哦，不能确定的也不敢一改，字形相近而误的，如虚顺传福元无记等。哦，都依据意义改为常用的正字，注明一明本改或经改。哦，在同一章内同一错字的改正，以下的在字下加万，不再注明。哦，三捣乱的并注明一明本改正或经改正。哦，四眼文一概删去并注明一明本删或经删。哦，从上叙述可知，不同版本的谭经可作为参照比较校正之用，而校正工作可说姿势体大，关系世人法身慧命，不可不慎。哦，所以印顺法师也示范了佛教学者的谨慎态度与风范，从书中这段话可知。哦，不过谭经原本并非出于通人的手笔，没有文意不全的，有的似乎是抄写而有了脱落。哦，不能确定的也不敢一改，
佛教道场有书记在负责寺内外交通往来文书的工作。笔者以为也许各道场的书记文笔造诣水准优劣不齐，经过不同时空的禅宗发展，甚至可能与佛教法难的威胁、避讳或者其他的风俗等因素，而造成用通同字、假借字或隐藏一些字变成经文脱落的事了。第四项，潘崇圭教授的研究成果。潘崇圭教授在其大作《敦煌坛经新书》的序言第十三页归纳经文字体规则提到，我把敦煌文字俗写的习惯归纳成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无定等等条例。该书在第六十七页第五行至第六十八页第七行是敦煌本坛经校记有关做产品的部分，开始用的是原部者新一部者进，但是后面都未出现这字，而是一律采用看字。如果依照读者看经文脉络发展的方式来演绎叙述，则该品应统一采用这字才能配合文意。结果这竟然是大正藏第2008经纸本与网络版所做的。这也许是受了日本学者例如于景博寿在1942年发表的研究成果《第二禅宗史研究》坛经考所影响而产生的，他影响到的是看字，而其他学者影响到的是静字。前文版本研究部分第七项的内容可供参考，稍后将在经文用字问题的第八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再详论。因为台湾的新闻风出版公司发行大正藏影印版本，时间大约是在台湾光复后的民国38年了。笔者也查阅了第2007经网络版，这是 CBETA 提供的电子佛典，发现潘教授是遵照第2007经，也就是敦煌本坛经的内容。因为潘崇圭教授对校订经文的原则做了如下的表明。关于校订文字的过程，我以大正藏本为底本，写成《敦煌坛经校记》一篇，说明校订坛经的根据。从上述内容可知，大正藏仍有需研究校订的地方。如果再参考《杨孝敦博本坛经及其音译》本文第122页来做校订，那就可确定做产品部分的经文应该是《看心看境》了。因为2009年发行的新式标点版也尚未更正，笔者论文即针对此处做追踪研究，并且比对2009年版 CBETA 电子佛典及大正藏纸本第48册做产品，详细讨论将在第二节呈现。潘崇圭教授在所着的《敦煌坛经新书》的序言第5到第6页提到，过去读坛经的人大多是以明藏本为唯一通行的读本。到了近代，敦煌的写本发现了日本的兴盛四本、大盛四本出版了，坛经的研究才进入了一新的阶段。谈到敦煌写本坛经，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的编号为45475，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按原本部分章节校订编入第48册。日本学者铃木真太郎、宫田连太郎分章节的校订本刊行后，并收入民国普惠大藏经流通形式逾数十年。此外，尚存世的敦煌写本亦为北京图书馆藏824号写本，首尾不全，亦为敦煌市博物馆所藏人子遗本，亦为旅顺博物馆原藏大谷光瑞本。大谷光瑞本下落不明，但日本龙谷大学藏有照片。任本虽尚未公开发表，我手边有向达先生手抄本，所以均可取供酬效。由于敦煌写本的文字与后世的书写习惯颇异，历来都认为是抄写的讹物。有关向达手抄本，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到敦煌考察古写本经典时，向任子怡先生借他所发现的古写本来抄写所得的。笔者从维基百科全书网站找到相关的令人欣喜的资讯，就是周少良在杨增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的赠序中提到，他在1986年发现敦博本坛经任子怡旧藏本的经过，还说到他将伦敦藏本照片进行对刊，
结果发现错落延误的地方大多得以补正。哦，所以过去研究者依据伦敦藏本加以臆测考证定补的地方都因此而清楚明白，不用再多讨论了。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结合敦煌本、敦帛本以及第2007、2008经两经而得的作产品经文较佳，都采用看字以配合较古朴为今后人润饰过的内容为宜，也更可吻合南北宗人禅法差异的史实。哦，第五项，黄连中教授的研究所得。黄教授多年来的研究是很仔细很辛苦的，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哦，例如他在小于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除异大于文中提到他对坛经现存或已知版本的观察，发现从会心本以后的文字部分大多没有文字歧义的问题，因为那是经过精心的编辑修改与增补的过程，当然在内容上也就离开了当年所谓法海和尚集记的版本，特别是在宋代刻板印刷流行以后，版本的差异已经不大。哦，有关经文用字校订的情形，黄教授强烈表示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厘定敦煌两本坛经中各种字体的使用情况，使其归入于适合现代阅读与流通的体系，让今后敦煌写本坛经的阅读者不再因为文字纷杂错妙而产生困扰。哦，所以他辛苦制作了敦煌两本六祖坛经代用字对照表，里面有详细的归类及整理，包括敦煌写本的俗字、古今字、通界、通假字、异体字、同义字等。哦，另外黄连中教授主张坛经作产品经文应该使用不着心不着境的原因，笔者发现在其一篇重要文章小于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发现与文字校订方法除异大于找到了线索，将在第三章详细讨论。哦，附带要介绍的是吕伯本坛经的发现报道，相信将来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后续研究必大有助益，详细内容如下。哦，中评社北京2010年1月30日电，光明日报报道，坛经写本在旅顺博物馆收藏了近90年，但学术界一直以为其遗失了。哦，2009年12月，旅顺博物馆在全国善本普查中，专家对此进行了重新认定，确认吕伯本坛经就是学术界认为遗失多年的由大古探险队得自敦煌藏经洞的敦煌坛经写本之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哦，据卷尾题记之其抄写于后周显德五年己未年，是敦煌本坛经中唯一有抄写年代者，且吕伯本坛经还保留了完整的冯慧庄庄正形式。哦，此外吕伯本坛经经文中有朱笔画的间隔符号和断句标点，这在散存于世界各地仅有的五个敦煌本坛经写本中是仅见的。哦，因此此卷的发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从上述报道的原文全文得知，显德五年应试，显德六年知悟，显德为五代后周的年号，显德六年是公元959年，距离六祖慧能入涅槃已200多年了，但吕伯本坛经还保留了完整的冯慧庄庄真形式。哦，现存的敦煌本坛经五个写本之中，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077号，首尾完整，字迹清秀，就是黄连中博士最称赞的敦帛本坛经。哦，至于报道内容提到的旅顺博物馆发现的坛经，由首尾完整的两部经典组成，除了坛经之外，还包括另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佛经《大辩邪正经》，这是有待后续研究的。哦，第六项，林崇安教授的研究成果。林崇安教授在其所着的《六祖坛经选集》一书详细探讨六祖坛经的祖本还原本，他主张采用看心看境，可参考该书第68页。哦，第七项，杨慧南教授的研究成果。杨教授的大作《小于道信与神秀之禅法的比较兼论》慧能所批评之看心
看境的禅法大愚，是目前笔者所找到的学者文章中最切合论文题目的。他引用很多原点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论点很明确，实在是笔者学习的最佳典范，也是给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参考的最佳文章。有关论述的详细内容将在第四章呈现。大正藏纸本集聚已产生的网络电子佛典，长期以来领导着学术界，甚至影响出版界及一世代的学佛民众，实在是值得现今世人有识之士及出版界弘法者共同来重视这件事的。第八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从探讨历年来的研究成果中发现，日本学者研究结果与胡适、丁福保及印顺法师的见解在看与静两字方面是相反的。笔者将之列举如下：日本学者认为事物将这字抄成看字，又物将静字抄成静字；中国学者认为事物将看字抄成这字，又物将静字抄成静字。上述有关日本学者的看法是依据以下的内容而来的。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有提供杨增文教授的两篇重要文章，小鱼禅宗文献研究在日本大鱼，小鱼敦煌本坛经的学术价值大鱼，先后谈到坛经诸本的研究和校订，慧能与坛经的研究成果，然后列举了松本文三郎、于井博寿与柳田圣山等人对敦煌本坛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列出错别字的种类与物正字对照，然后加上自己对敦博本坛经错别字的研究成果，部分内容在前文文献版本问题的研究第七项已有列出。在慧能与坛经的研究方面，他强调居泽大学禅宗史研究在1978年发表的慧能研究一书大修馆书店版，有对曹溪大师传及其他各种传记的18种资料，六祖坛经、金刚经解义传为慧能解义进行研究，并且用五本校订和训注，曹溪大师传也对坛经做五本对校，在研究慧能与坛经上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此外，杨增文教授还介绍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松本文三郎。1869-1944是最早从事坛经研究的学者之一，所着的《金刚经》和《六祖坛经》的研究一书，1913年被叶书院指出《金刚经》对初期禅宗和坛经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而于井博寿《坛经考第二禅宗史研究》有对十几种本的坛经进行考证，并且认为敦煌本虽不是最早本，却是现存本中最古的，是个本坛经的基础。但是笔者所知是敦博本发现后就改变了。至于明洪武本1373由郎简的序气松的小鱼坛经赞大鱼，但是正文与流通本不同，或许是气松本的翻科本。另外，日本发现的大圣四本与兴圣四本都是会新本修编本的一本，而德义所找寻的古本可能就是指慧心本。还有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详细的考察敦煌本坛经的作者行程等，认为坛经是牛头禅派与神会禅派相互影响的结果。又在语录的历史中明确地讲，敦煌本坛经最初是师徒间传授的本子，而到慧能的第三代弟子悟真实众家编撰，在编写中依据了神会的坛语，又吸取了金刚经特别是梵网经的思想。最后提到中川孝在六祖坛经译注本的解说中同意胡适的见解，认为坛经是神会或其弟子所编，并为此进行了论证，但是此种见解与印顺法师的不同。第二节，查证与两方论证。因为日本佛教学术界在文献研究方面很有成就，而且笔者也得到师长指导，要参考慧能研究一书第一章六祖坛经第一节五本对照六祖坛经，在看到内容后颇有同感，
对于师长的热心帮助，真是敏感五内。以下是探讨、比较、分析的过程与心得。由于敦帛本、盘经与敦煌本大约同时，又是抄写字体较工整之善本，所以笔者想查看做产品部分是否使用不看心、不看境呢？经查对潘崇圭教授所着敦煌盘经新书所附的影本资料，以及黄连中的著作所显示的教刊比较内容，得知确实是如此的。日本较早的抄写本大圣寺本也与敦帛本系统相同。日本人所着的《慧能研究》一书的第一章《六祖坛经》第一节五本对照，《六祖坛经》第一项是用所谓非善本的敦煌本，如果改用敦帛本，那就一开始都是使用不看心、不看境了。而且从搜寻《大正藏》与《万心转序藏经》，甚至藏外典籍的资料库，发现有好多笔不看心、不看境的参考资料，经过比较禅宗典籍，发现可用来证明禅宗北宗看心看境的禅法，由此更可证明六祖坛经做产品经文原本是用不看心、不看境的。虽然在《慧能研究》一书第297页的五本文字对照比对，第一眼会看到除了大圣寺本以外，其他的敦煌本、兴圣寺本、德义本、宗宝本都是先出现这心着境，但事实上并不是四比一就能以多取胜的，反而是大圣寺本的看心看境才是正确的，是合乎北宗禅法集、盘经、定慧品、做产品部分经文的文脉发展的。至于敦煌本采用不着心、不着境，但是只出现一次，可能是因为史吹庆辉在伦敦博物馆发现古写本后，依照早已传抄错误的古写本原状，加上知道佛教教义不可有我执、法执，所以校定时尚未更改的其作品收入大正藏第48册，并未分章节。但是他对敦煌古写本的看法很严格，认为属于非善本，内容充斥着错别字、假借字、通用字、古体字、异体字、略体字等，而且还有古代当时人口语的语法，这对于既非禅宗研究地理之变或非汉字专长的日本学者来说，都是研究上的诸多障碍。尤其者字看字的古体字，从教育部提供的国语词典网站的古体字发现，两者相近均有木字的部分，这是很容易造成误判看字成为者字的。尤其对于知道佛教教义不可有我执、法执，但是对于中国禅宗典籍没有机会广泛研究了解的人，就会认为经文是不着心、不着境才对了，他们会认为这是意义不一于所得的结果。从学者的论文得知，史吹庆辉的研究著作尚且使用看心看境的，甚至铃木大拙的校定敦煌本作品也是如此的。因为大正藏第48册第2007经敦煌本盘经，在六祖教室坐禅部分，虽然一开始出现不着心、不着境，但是后面都使用看字，而有看心看境及看心看境，而且出现频率很明显的较高于前者。但是到了影响后世与佛教学术界深远的于景博寿的著作，却认为是这心着境了，这是从其教刊敦煌本坛经的作品得知的。要附带一说的是，中日学者对于看心看境或是这心着境的看法正好方向相反，因为中国学者如胡适与丁福宝居士、法师如义顺法师都认为流通本的不着心、不着境是古代抄写经典的抄经手抄错了，原本应该是不看心、不看境的。笔者研究后认为，日本学者可能受到敦煌本影响导致误判的情况下，对正确的抄写本的大圣寺本所使用的不看心、不看境也都否定掉了，甚至崇拜学术界权威于景博寿，而接受了不着心、不着境的看法了。因为其他学者与杨增文教授提到的是境是境之物，与北宗禅法教无关涉。
这对于外国人的日本学者来说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因现今日本出版的《大正藏》及电子佛典已成国际佛学界使用的范本了，所以要确保经典所含的中国古圣人本意，就要深入研究探讨了。目前学术界使用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纸本或2010年版电子佛典，在第48册的第2007经敦煌本《坛经》做产品，还是使用《不着心》《不着境》，但是接着相关处都使用看字，笔者发觉经文用字遣词不一致，而且也不合乎后文解释前文的文意脉络。从居泽大学出版的《慧能研究》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250至396页可得知，日本人之比较《坛经》五版本敦煌本，宋代慧心系统的大圣四本、兴圣四本，宋代契松系统的德义本、松宝本的文字有表格，是五本《坛经》对照校刊的内容。现今可用《大正新修大藏经集万续藏资料库》输入“慧能”或“慧能”或“六祖”搜寻。六祖《坛经》大圣四本是誊写本，其作产品全部都用看心、看境、看心、看境，而未用这心、这境、这心、这境。笔者研究后发现，这与丁福宝居士、胡适先生、印顺法师、演培法师、圣印法师、新印法师、唐一玄教授、杨慧南教授、林崇安教授、游祥洲教授、张献生教授、中国大陆的杨增文教授、日本的铃木大拙教授等的主张相同。经查看大圣四本是抄写本的内容得知，发现以下事实相当于宗宝本的作产品首段部分，页297至298自始至终都采用看心看境，而且较早期的三本即敦煌本、大圣四本、兴圣四本，在相当于宗宝本的定慧品部分都是使用看心看境的，都在第294页可找到，但是在第295页兴圣四本的校刊记录却主张这心这境才正确，这或许是受到于景国寿影响的吧。其次契松系统的德义本、松宝本则都使用清观境，都在第294页，而唐代的境字与境字通用，所以从定慧品到做产品的文艺脉络发展来说，笔者认为不看心看境正是1300多年前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慈悲护图而评论北宗禅法看心看境知非的圣言。从印顺法师所着的中国禅宗史得知，敦博本的发现推翻了敦煌本是天下孤本的结论，将两本互效有助于对慧能和禅宗做进一步的研究。最近一年，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PA 网站公布了电子佛典的校刊成果，笔者看后发现，以第48册的第2007经敦煌本《坛经》更正文字的地方最多，可知学术界或是佛教界还是持续关心着电子佛典内容的正确性的。行文到此所得到的结论是，胡适认为《坛经》是神会或其门下所作，而契松所见的曹溪古本就是曹溪大师别传，前者已被印顺法师推翻，后者依林崇安教授研究得知，曹溪古本就是第二阶段所传抄的旧资料《六祖法宝记》，而不是胡适所说的曹溪大师别传。契松本《坛经》在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重刻，书名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此即曹溪本。在由维基百科全书网站得知石井修道的《六祖坛经一本系统图》，认为法海原本即《六祖法宝记》最原始的坛经原本。此外，明朝以来流通最久的是宗宝本、流布本，而黄连中教授认为最古最完整的一个写本是敦博本，坛经只有11000多字，而宗宝本将近20000字。做产品经文不看心不看境才是正确又符合义理词章考据之学的。至于大正藏电子佛典使用不着心不着境是受到少数学者误导造成的，经由研究日本居泽大学出版的《慧能研究》一书第一章
六祖坛经所提供的敦煌、慧心、气松三个系统，五种版本经文对照，再参考黄连中教授的研究心得，可证明经文改变是从慧心本改编坛经经文加以分卷分门整理，以及该系统的兴盛四本教刊看心看境成为这心着境开始的。当事人可能只以理入而未考虑事入行入，未能理事圆融来处理斟酌六祖坛经做产品经文用字的重大问题，造成只以佛法义理来直接判断论定是非，而未能对北宗人看心看境的禅法史实负责。何兆清教授的研究成果可作为佐证，他提到伊德义的序文所见的坛经后人劫掠太多，可能是指慧心本而说的。至于德义的致远本与慧心本相比，显然是文句增广了。至于在教刊方面，兴盛四本教刊后的附记是在第295页，是相当于宗宝本的定慧品的部分，发现附注写着中日文原本看心看境偏不遮于以下空白，下文此门坐禅原不遮心意不遮境意不是不动，以上此文所破译右边有日文字母，故这心着境不动不起云莫书。从上述可知，经文的看心看境早已被主张改成这心着境。从教刊角度来说，日本学术界应以五种版本中最早的敦煌本作为依据而尽量求同，所以做产品经文应该采用看字来配合定慧品到做产品的文艺脉络发展。再说较早期的敦煌本大圣四本是以看字为主的，而较晚期的德义本宗宝本才是以这字为本。2010年11月29日，笔者将两方论证过程整理后，发现加上北宗禅籍就可证明坛经做产品经文用字应该是看心看境才正确。以下是研究过程记录。2009年6月4日记录。 A 问题与两方论证，含两方论证潘崇圭老居士所编的敦煌坛经新书坐禅第五所含经文先出现这心着境，但是接着都改用看心看境，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何不沿用前文所用的这心着境？金刚经六祖坛经多用见字而罕用看字，搜寻大正藏资料库比较见与看两字出现比率见字330344项，看字8641项。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附图一二，若与禅观或四念处的观心无常或是心经所说的观字在菩萨有关系，那么为何不用观字？而且手抄本看字者字很相似，为何不防范后代读者误判呢？神秀所着的观心论是笔者目前唯一发现使用观字的例子。潘崇圭教授所着敦煌坛经新书坐禅第五所含经文先出现这心着境，但是接着都改用看心看境，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何不沿用前文所用的这心着境？90年代后期电子佛典大正藏第2008经则全部采用这心着境，搜寻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探讨出现比率这字共74928项，前面之文有图可参考。一金刚经中佛陀的教诲得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而且其他佛经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佛法是要打破现象界的分别观，故有一花一天堂一沙一世界之说。由于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不应这心即这境相。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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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观常用的动词是什么？
若是类似看画禅的看，则看心的看字读音不是第四声而是第一声，而且意思变成类似看管的看护，守护此多变之心。因为三心皆不可得，所以如何看护此多变之心呢？值得看护吗？所以不应看心即看境相，应该是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而不是如同观看刹那变化的影片影像的观看法，因为那会是更疲劳的，心动疲劳，如同《道德经》所言的“鼓瑟令人目盲，鼓音令人耳聋，鼓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楞严经》也说：“三元断故三音不生。”则汝心中眼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这好比遇到不如意事时，应该转念而不是执着那种困境状况。所以不应看心即看境相。看心即看境相，此种想法是否受到儒家三省己身、检点身心的观念影响而有？大概是受天台宗止观禅法影响的吧。可参考归峰宗密禅师所着的《禅缘诸全集都序》，探讨禅教一致及演变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根源，与唐代佛教完成中国化的过程，是要吸收在地的中华文化原先的儒家道家营养而成长的。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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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划初次从佛经经文教导世人须知，这心着境是不对的来想，所以依照这个消文解读经文的逻辑，认为该段后出的字应该用这字。纵上所述可知，从文字训诂及文脉的义理诠释来讨论，笔者最初以为是这心着境，但是参照北宗禅籍后发现应该是看心看境才读得通顺的。应该是看字才对，因为禅宗典籍有出现评论看心看境之资料可查，会阴宝鉴类似手写字及教育部国语词典网站之一体字，证明是否古代这字与看字的手写版相似，所以造成抄经生物抄成看字了。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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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这心着境的有力支持者：一、新文风出版公司影印出版的《大正藏纸本》第48册第2008经。二、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出版的《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三、佛光山出版的《六祖坛经》李绅释义底本，用明末以来流通最广的宗宝本。四、佛光山出版的《佛光大藏经》的《禅藏语录部》所含的《六祖坛经》做禅品采用这心着境第37页倒数第五行到第38页第二行。五、龙藏第131册此土著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做禅品采用这心着境即障道也。六、净空法师所着的六祖坛经讲记09年4月1日号档案提及坛经开顿教之门五宗之所自出流通1300多年，遍及海外。是以版本很多，丁福宝居士所见到的就有十多种，其中被后人所篡改除很多。我最初看的是丁福宝兼注本，提到这心着境是错误，应该是看心看境才对。以后也曾经见过七种不同版本，其中以普惠大藏经曹溪原本最善。此次宣讲依曹溪本为主，并参考流通本明末以来流通最广的宗宝本及敦煌本。2009年6月5日记录净空法师所着的六祖坛经讲记做禅品采用
这新者镜是采用气松本系统在明朝末年重刻的曹溪原本，笔者认为是德译本的在科本。哦，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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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2009年4月29日记录 B 另一方的有力支持者，但是使用看心看境的有力支持者。哦，一丁福宝所做的六祖坛经兼注用看心看境说明原因提及俗本物作这心者境敦煌堂写本神会语录问何不看心。哦，答看即是望，不望即无看，问何不看境，答无垢即无境，境亦是相，是以不看。哦，按北宗接教人宁心入定注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故南宗以不看心不看境辟之。哦，二研究经孝顿黄本坛经义顺导师的著作华语集第一册第五项小于经孝顿黄本坛经孝刊记大于在坐禅第五经文中有关看心看境或是这心者境知识，他主张用看字原本作者经改。哦，与大正藏电子佛典用者比较相近，而小异于敦煌博物馆人子遗抄本用看之处。哦，三演培法师所着的六祖坛经讲记用看心看境。哦，四唐一玄教授校订本的六祖坛经用看心看境。五哦，杨孝敦博本六祖坛经及其音译第122页内容标题坐禅部者心不看境。哦，六城上铃木大拙校敦煌本相似于潘崇圭老居士所编的六祖坛经坐禅第五所含经文先出现这心者境，也许宋代会心本产生后就有传抄错误了，因为最新发现的古写本敦博本是用看心看境的，但是接着都改用看心看境，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哦，第122页铃木大拙校教敦煌本用看心一次看境两次，依照伦敦博物馆发现的考古资料敦煌写本呈现的文字就是看心看境，为何不沿用前文所用的这心者境？哦，可能是古代抄经生抄错一次就不敢再错下去了，就照样抄写看心看境了。民国90年代后期电子佛典大正藏第2008经则全部采用这心者境。哦，但是定慧品还有出现看心观境七。哦，城上杨孝敦博本全部采用看心看境第123页内容标题坐禅不着心不看境。哦，林英义因梅迪塔身内色贝科姆阿塔切德托明诺康坦普特破地在深思中，既不是变得依恋伴随执着于心，也不是思索沉思冥想纯洁，将看自解释成思索沉思冥想禅是禅那之简称，原意是静虑近似止观定慧。哦，八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全文底本为敦煌博物馆人子遗抄本含新式标点符号，而潘崇圭老居士校订新编的敦煌坛经新书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2007经为底本而用看心看境，可能是看手抄本结果因字形相近而误判，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副手抄本影像，其内容大致全同于张先生输入的网络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全文底本为敦煌博物馆人子遗抄本，但第一次用者心者境之后都用看心看境，如此造成读起来文意前后不通，但是参照北宗禅籍后发现应该是看心看境才读得通顺的。哦，九网络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全文本文底本为敦煌博物馆人子遗抄本，由张先生输入主张用看心看境，2009年下载所得，内容大致全同于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但有部分错别字已更正 http://blog.tcu.edu.tw/index.php 普等于维尤尔蒂克尔与阿尔蒂克莱德等于1031与布吉德等于123。张先生注明类为正确字到底是根据什么书改用看字可能是参考潘崇圭老居士校订新编的敦煌坛经新书也可能是参考周少良所编的校订本思查证查阅大正藏会阴宝鉴类似手写字者或是教育部国语词典网站之一体字证明古代这字与看字的手写版相似所以造成读者误判成看字而经文教导世人须知这心着境是不对的所以初次依照这个消文解读经文的逻辑来想则该段后出的字似乎应该用这字可能会纵上所述认为从文字训诂及文脉的义理诠释来讨论应确定为这心着境又找到有力支持者 CBETA 出版的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佛光山出版的六祖坛经但是经过笔者搜寻2008年版大正藏及万续藏资料库发现禅宗典籍有出现评论看心看境之资料所以应该是看字才对2010年9月1日楞严经中阿难七处争心看心佛说心不在内意不在外经中有中国祖师加上的例如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笔者学佛得知楞严经劝人物在缘起法离打转应从如来藏性直接下功夫无蕴也都是如来藏性物质与精神全都是同一如来藏性佛珍惜所有的生命因一切生命是清净心影现出来的实相是无相无不相的身心是不相离的第一小节一贯道道场所用由台南市东门路天聚书局所出版的六祖坛经先天解采用看字底本用明末以来流通最广的宗宝本采用看字的理由何在而且仅就文本提供的文字来解读则其解释似乎不易配合文脉但是参照北宗禅籍后发现应该是看心看境才是正确的佛光山出版的六祖坛经底本用宗宝本而采用这字可能是依据 CBETA 发行的电子佛典的二天聚书局所出版的六祖坛经先天解出版于民国77年11月笔者早期买的就是这一版是使用看心看境而佛经电子版是采用民国90年代后期的此期间是否网路版大正新修大藏经已经校订更改过了最近买到的六祖坛经先天解是出版于民国96年5月的再版本但是仍然维持使用看心看境是否学界早已发现此一问题而经过讨论定案而确定采用这心着境了三也许是于景博寿的著作认为应该是这心着境而早就造成误导大正藏的经文了因为一般学佛者初次从文义来解读似乎都会认同是现今使用的网路版大正新修大藏经最合理但是参照北宗禅籍后发现应该是看心看境才是正确的佛光山出版的六祖坛经底本用宗宝本而其内容吻合上述的网路版大正新修大藏经四比较大藏经经文只就做产品的部分来说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的经文全部采用这心着境但是第48册第2007经这心着境只采用一次之后都用看心看境如所附经文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敦煌本2008年版作产品部分之经文善诸事此法门中坐禅缘不着心亦不着境亦不言动不是不动若言看心心缘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
若言看尽人性，性本净，唯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性净。不见自性，性本净，心起看尽，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看却失妄也。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章。障自本性，性却被净服。若不动者，见一切人过幻视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境，却是障道因缘。挂号内自是笔者，就佛法义理及自义更正者。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宗宝本2008年新式标点符号版坐禅第五。师释众云，此门坐禅，原不着心，亦不着境，亦不是不动。若言着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着也。若言着境，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着境，却生境妄。妄无处所，住者是妄。境无形相，却立境相，言是功夫。做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服。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知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着心着境，即障道也。五，网络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全文本文底本为敦煌博物馆人子遗抄本。由张先生输入，主张用看心看境。六，较晚出版的书或是电子佛典都采用这心着境，但为何同样是电子佛典而南宗顿教最上大圣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为全部一律改用这心着境？ CBETA 2009年5月公布的校订经文之资料以2007经的最多，但该经有关坐禅品内容仍维持上述情况。综上所述，得知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坐禅品经文应该是此门坐禅，原不看心，亦不看境，亦不是不动。附图一，搜寻大正藏资料库比较见与看两字出现比率，见字33344项，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附图二，搜寻大正藏资料库比较见与看两字出现比率，看字8641项，2008年版大正藏资料库。金刚经六祖坛经多用见字而罕用看字，见字33344项。第三节结论。著名学者钱穆教授、杨增文教授与印顺法师对六祖坛经作者问题的研究与解答，是反驳胡适谬论的重要论点。其内容摘要如下：1930年，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附有论文小于菏泽大师《神会传大于》，提出《坛经》是成于神会或神会一派之手的结论。胡适指出，《坛经》古本中古有怀让行思的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道，愚者不得，所以《坛经》是神会杰作。钱穆的小于略述有关六祖坛经之真伪问题，大于一文反驳胡适的六祖坛经乃出神会自由捏造的意见。胡适的这个观点为印顺法师所驳斥，错误的根源在胡适不知敦煌本坛经成立的过程，而误认敦煌写本为坛经最古本。印顺法师并于1971年出版《中国禅宗史》。近年来，中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坛经的基本内容代表了慧能思想，同时其中可能也有后人增益的成分。杨增文小于《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大于一文中强烈地指出，《坛经》当是慧能的弟子法海编录，既非神会或神会弟子所作，也没有可信的证据是别的什么人所作。有关《坛经》坐禅品部分的经文研究，笔者的心得记录如下。1932年，松本文三郎1869到1944的著作《六祖坛经的书治学的研究》指出，敦煌本坛经的错别字类型
其中包含进士进之物。1942年于景博寿第二禅宗史研究所提供的敦煌本坛经错别字五种类型，可得知相似之物就包含了看着，他认为看视着之物。以上两人的说法比对北宗禅法典籍就可知是错误的。铃木大拙校订坛经的著作还有使用看心看境，但是大正藏纸本第48册第2008经以及现今电子佛典第48册第2008经都使用这心着境，但是定慧品还保留了看心观境的看心。然而第48册第2007经不但做产品的部分还保留看心看境，甚至连定慧品的部分也都使用看心看境而不是看心观境。总之先在定慧品部分出现看心看境，而在做产品最初采用这心着境，但只用一次之后又恢复使用看心看境了。至于做产品部分的共有三组，其中一组是看心与看境分开的。可参考2010年12月8日搜寻六组坛经经文看心看境比较其他典籍而证明的截取荧幕图片档。附图三，先在定慧品部分出现看心看境，而在做产品最初采用这心着境，但只用一次之后又恢复使用看心看境了。有关坛经古写本或刊本发现时间地点，笔者所知的如下：敦煌本1926年史吹庆辉在英国伦敦博物馆发现敦帛本，1935年任子仪在敦煌千佛山发现敦帛本任子仪旧藏本，1986年周少良在敦煌博物馆发现吕帛本坛经，2009年12月旅顺博物馆在全国善本普查中重新认定兴圣寺本京都觉川兴圣寺1153年刊本，但是比大圣寺本先发现慧心本系统，大圣寺本京都石川大圣寺1116年刊本慧心本系统。日本驹泽大学出版的慧能研究一书显示五本坛经对照，其中兴圣寺本的校刊造成定慧品部分经文看心看境被校刊成这心着境，如果大圣寺本先被发现，也许学者会习惯用看心看境，而且校订兴圣寺本时会列入考虑吧。笔者认为经文看心看境被校刊成这心着境，是受了1941年于景博寿第二禅宗史研究的小鱼坛经考大鱼的影响，因为该书所列出的敦煌本坛经五种错别字之一的相似之物就包含了看视着之物，这些研究成果当然会影响到现今大正藏第48册第2008经的经文采用着心着境了，因为现今研究六组坛经或是出版流通大都依据大正藏，所以其影响是全球全人类的，希望学术界能注重此事而更正才好。此外五本坛经对照为何用较晚的兴圣寺本来校订而改看心看境为这心着境呢？是否因为兴圣寺本比大圣寺本先发现而造成的又早多少年发现呢？从杨增文教授敦煌本坛经的学术价值一文得知，敦煌本因错漏字太多，现通行的教本虽具慧心本等做了大量修补校刊的工作，但还不完善，仍有许多读不通的地方。对坛经的形成和诸本的演变还应深入探讨。对其中涉及的人物历史事件禅法思想等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六组坛经是研究慧能及其所创立的禅宗南宗思想的基本文献。敦帛本的发现推翻了敦煌本是天下孤本的结论，将两本互效将有助于对慧能和禅宗做进一步的研究。呈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参考大圣寺本就可改这心着境为看心看境，而合乎北宗禅法的史实了。重读目前的文件第二章六组与坛经相关研究回顾。
六祖坛经因为胡适的研究引发学术界的论战，也促成国学大师与佛学泰斗、教界、学界，甚至一贯道道场都很重视六祖坛经。二十一世纪的研究环境拜高科技电脑网络之赐，可从谷歌 Google 搜寻引擎输入六祖坛经或是坛经慧能进行搜寻，而找到很多参考资料，这对了解学界或是教界先进前辈们的研究状况与成果是很便利的。通常搜寻结果的资料网页是依照被使用的频率排序的，可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搜寻佛学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网站及全国硕博士论文网站。从现今时代中找问题，在过去历史中找答案，希望研究不是以资料堆积为物，而是能从前人们的成就中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完成新时代接棒式的阶段使命。笔者以此自勉，并且尝试用电脑程式来分析佛经经文。以下依照切合笔者论文研究范围部分加以筛选，透过回顾历来研究成果，找出当代研究需要注意的面向。搜寻国家与佛教学术单位的网络资源所得的内容很多，笔者大致以五明之学来加以分类。这个灵感是来自《菩萨藏经》，说菩萨求法当于五明处求。印顺法师在《佛法概论》一书也推崇五明，他认为五明中声明是文字、音韵学等，音明是论理学、认识论，一方明是医药、卫生学等，工巧明是理论科学、实用科学，内明才是佛法。如不能这样，怎能教化有情？菩萨的自利利他行，一切都设在这六度中。五明之学当然属于佛学内明的最多，语文学声明的次之，医学一方明属于教育、辅导、心理分析、安宁疗护的再次之，而理则学音明与科学工巧明的算是比较不相关而难寻。或许版本考证、文字校勘与笔者利用高科技电脑程式分析经文之类就可数之。在谢清俊及林夕合传的小于中央研究院古籍全文资料库的发展概要大于一文曾提到，资料汇集后会产生新的讯息，经相互勾稽参照，能发前人所未见，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再加上可以用计算机做高速的检索和种种的应用和处理，古籍的电子化时是使古籍活出现代风貌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法古佛教学院首页提供了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小于六祖坛经文献考察之浅探大于，其中文章短评提供了646项，但是尚未分类，如果能以五明之学分类，则更有助于后续研究者快速确定研究方向，可先用握程式功能加以着色以助分类。因为六祖坛经的经文，看心看境，不看心不看境，或是这心这境不这心不这境，牵涉到文献与思想研究法，所以笔者将从历史文献学及义理诠释学两方面来进行经文用字的探索辩证。